나 쉬우시가 其实我觉得跟等等，就跟我的儿子是有直接的关系的，因为我觉得，在他的成长过程当中，我发现，比如说他听那首歌，开始我已经，哎，我说这什么歌？他玩那个游戏，我开始陌生了；他听的歌开始陌生了。这是作为父亲的一个，包括在圈里面也是这样，就是哦，你会看见，比如说现在的组合，现在的年轻人，他们流行的，现在的组合就是这个样子。我发现这是我，我发现很失望，擦的汗，感觉擦累的感觉。2021的一个最初坏了，被我们按坏了。年轻，结果发现玩的还不如他儿子高级呢。向年轻人学习，然后，其实我的第一身份，并不是这个发起人团的这个团长，其实我是91号学员。对，所以以后可以叫我91号学员。我们可以作证，对，你确实进行了很精彩的一段唱跳。哎，超哥唱跳老牛了，真的不是开玩笑，肯定真的一段唱。不止一提，值得一提的是，有这么多的我喜欢的老师们，王博老师、山哥呀、奶奶呀、静姐呀。舞蹈不厉害，但是他特别自信，你知道吗？从他们身上可以偷师，太猛，因为他们身上都有非常非常专业的东西。我在边上哇。我一直在学，然后底下在说教我怎么唱，教我怎么跳，然后这就是我的初衷。